大家好，我从停车场准备要走回饭店吃早餐了，现在时间8:06。出现在我眼前的就是熊大的富士山，送此神咒20，很壮观，百病万恼一时消灭，寿命延长，福德无尽。若复有人千贪业故，生贫穷家，衣不以身，食不恤，礼受衰弊，人所不见，自然惭愧。入山折彩，无主隔化，落魔朽木，食以好香。往至塔前，礼拜供养，喧闹清张，流泪悔过。有神咒力及塔位等。